哎，现在还没新年呢，今天才12月30号。哦，搞错了，我还以为后天的新年是那个新年，还想给拿红包呢。哎，话说回来，要进入2019年，想起2018年，你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？5月9号，我和我爸爸半夜守在电视旁，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，再来就是考虑比赛了。哎，你有比赛的成绩 OK 吗？七个，哇，这不是我的功劳，是神的恩典。那么你对你的成绩满意吗？满意，可是我认为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，一切都要把荣耀归给神。糟糕，我们聊了这么久，没发现录影机已经开始录着了，快点进报告吧。 OK。2月12号到14号有天国文化领袖高峰会，地点在高雄林良堂，内容包括身份、信念、启动、命定和转化。讲员有 Bill Johnson、Cash Luna、周神柱牧师、廖文华牧师、周训光牧师。有兴趣参加的弟兄姐妹可以找美玲牧师。1月4号到6号有圣经班，主题为五重职份，详情请询问教会同工。1月6号是意向主日，请弟兄姐妹准时出席聚会。2018努力了一整年，明年终于可以放松一些喽。那你们一家打算去哪玩呢？我们会在开斋节假期6月5号到7号参与教会举办的营会，地点是在福地甘棒。我们也会去耶，我们都很期待。每一次的旅行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。喜乐，你知道吗？教育部宣布了，从明年开始，1至3年级的学生一律不用考试。是啊，说到明年，我们都要升中学了，你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吗？我要拿更多的红包。又是拿红包，就算拿到很多红包，也得懂得理财呀。我们要懂得如何分配才是。听说你参加了什么理财营，可以教我如何理财吗？过年后来找我，再跟你分享。除了拿红包，还有别的吗？就是读好书，用品行和学业荣耀神的名。阿们，我也祝福我们的国家在新的一年里经济成长稳定，人民彼此包容，互相尊重，人民团结，国家才会繁荣。就像教会一样，同心合意建立神的国。